你自己温成峰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？以前的温成峰，妈的阿峰，为了救人，不用怕啊，慢慢交给我，命都不要。我是拆弹专家，我应该留在前线工作。你只脚而家咁做，点保护到所有市民的安全啊？咁你走先，唔得，要走一齐走。呢条系我哋选择嘅路。走啊！就算我剩翻一只脚 ，Ready， 你都要陪我一齐走完佢。我可能是唯一一个最有型的残障拆弹专家。